型机械兽 Zoids 为题材的动画《机兽新世纪》有新游戏要推出了。格斗玩法的新作《机兽新世纪：无限爆发》将一口气收录系列诞生以来历年的人气机种。更棒的是，每一只收录的 Zoids 都能够进行外观以及装备的客制化。不论只是单纯的调整服装，或是为机兽加装强力装备，都有留给玩家自行设计的空间。这款新作预定在今年冬天登场，准备拿起你的 Switch 来一场回忆满点的机兽对战吧。